看看五星车辆啊，前排减震是五星减震呐，双灯啊，啊，双大梁啊，底下是四道大架子。这车是2米6的，宽1米35，大轮胎加重的。看看这福田五星后桥，嘉利王后桥啊啊，双弓片子啊，带副弓子的，油砂，哎，这质量是非常好啊啊。看看咱们大工程斗后边尾灯都是 LED 的啊，啊，五星车辆这个，但是它都是含钢的啊。这是侧大箱，不用后边门不用开，侧大箱就能开掉啊，就能开开。